大收成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二场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赛事，一号码26蚊啊，智利红大热门啊。黄奇居，好，你又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外面金碧辉煌、内栏智利红啦，出边星光大师，中间咧仲有大收成、欢悦星啊，咁再响出边就生菜啦，咁橙帽绿衫嗰只咧，咁仲有领起风啊，内栏哈哈奇妙，咁再后多少咧有拖板王啦，尾三位置随时候命，尾二内栏红富精神啊，包咗落尾咧就破风者嚟噶，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主金碧辉煌咧就抢咗出嚟自己带噶啦，再见到第二位中间星光大师出边生菜啊，内栏咧仲有智利红。灰马啦，咁再见到中档第五位大收成，响出边就欢悦声啊，后多少个马匹又哈哈奇妙啦，咁啊中档位置橙帽绿衫咧就领起风，出边拖板王，尾三内栏红富精神，咁啊后边两只随时候命，同埋呢只破风者嚟噶，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咯，金碧辉煌，咁啊占先啲，星光大师拍上啲啦，内栏仲有智利红摄入去噶啦，再见到中档咧仲有生菜啦，响入边稳位仲有大收成，外边欢悦声亦都追紧上嚟，再后多少仲有随时候命啊，兜到嚟最后100零米，埋边智利。红透出，中间就是金碧辉煌，外边仲有呢只欢悦星，后多少就是红富精神，接近终点啦。智利红第一次跑谷草大热赢啊，第二名嘅马咧就欢悦星，第三名咧就红富精神同埋金碧辉煌接近啊。咁啊，结果都系贴栏呢只咧都悭晒位，智利红咧就比起欢悦星悭咗好多位之下，咁啊第一次跑谷草都能够大热门赢马，欢悦星第二，红富精神开头贴栏噶，冲上嚟第三，放头都系贴栏嘅，金碧辉煌第四。智利红临尾有翻27蚊，形势真系好好，赢马啦。欢悦星虽然今晚表面个档位又好过最近嘅，咁啊，但系真系要走三碟嘅都，我都叫做补翻个第二啦。红富精神第三，第四就系金碧辉煌。几鬼劲啊！只欢悦星，以为入直路一骑落去，原来系咁样，又系走三塔，爆落去又系嗰啲位，冇佢哋跑线冇分别嘅同之前。即係早段冇咁落後咯，始終谷草有時即係五六檔都未必可以埋到你啊！即係不談事，睇下預計派彩啊！暫時未有住，有冇見到影緊相先？呢只紅人跑谷草一樣得。哦，有個言訊喎，大家保留彩票先啊！起步啊，又係，又係啊！兩場都係潘頓喎，又係6號喎，係咯，破風者啊！啊，潘頓老哥呢排搞咩？今晚跑兩隻慢兩隻，我咪都可以留意一下畫面啦。四檔起步，頭尾嘅開咗。哦，呢個就即時放咗手嘅，冇話點樣牽引到佢，但係只馬本身自己亦有啊。係啊，因為一路擺尾一個頭，似乎都一段時間添嘅。係啊。咪又睇下點判啦，又要傾下偈。不過就只馬都好自亂啊，佢一直咪喺後面走，只馬都亂七八糟。見到阿雷神翻嚟復榜，咁啊現場又有一個言訊，關於就係呢只初出嘅破風者。因為呢只馬本身都係六格落飛嘅。所以可能都有啲朋友跟咗，睇下巡逻影片啦，再望下啦，扭尾咗个头，即系啱啱冇起步啦。咁啊，前面走嘅我哋见到啦，几只马骑噶啦，海面就见到金碧辉煌啊，嗱嗱临啊走咗埋嚟先啦，然之后星光大师跟住佢啦，最出面仲有山菜入边就知咧红啊嗰只一路跟住嘅灰马就系佢啦，大收成喺隔篱啦，咁啊大收成唔埋去喎，因为其实哈哈奇妙前面有个位嘅，咁啊结果啊顶嗰只欢悦星喺出边，哈哈奇妙贴栏上翻嚟咧，隔篱领起风开面拖板王啊，后啲就先系随时后面以为放啊同唔放，咁啊入边亦都有一只咧就系红富精神啦，包咗落尾就起步慢一个破风者。一路都喺度惡下惡下嘅，雖然嗰只歡悦星我當好咗，但係依舊都係走三搭嘅。好在有隻山菜咯，阿 Key 話齋嚇，如果唔係都幾難搞。咁睇下紅富精神嗰度點樣貼欄出到最外啊？要依度佢喺二搭跟住大收成，諗住夾呢個位，我落你啞話你傻噶，我只馬有喎，咁梗係冇啦。山菜又唔褪喎，咁啊結果去到而家先至真係可以抽到出去嘅啫。黃浩南嗰只騎得都幾狼，又落飛喎，可能真係都想搏命。
係有啲進步㗎啦，但係就翻到嚟爭啲。佢就領起風啊！大家都可以抹低佢。今日落飛，而且見到阿黃浩南喺轉彎嗰度係騎得好兇狠，好兇狠係啊！實不相瞞，我份貼士擺喺第四位嘅都。嗯。延伸啦，咁啊睇下呢只破風者又點啦。亦都放大個鏡頭俾大家再望多次四檔起步。因為呢啲關鍵嘅畫面都係要放大啲清楚啲好啊。其實見到佢個頭係歪咗噶，跟住開咗，跟住開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咁啊諗住拉翻過嚟都拉唔切啦。其實佢已經轉咗一次個擺法嘅啦，個頭佢本身係擺嗰邊嘅，跟住佢又轉過嚟呢一邊，又再擺多次。佢可能好奇怪喺度做緊咩咧？呢度係啊，即係佢個頭轉側係有唔同嘅 position 轉側咗兩次啦，佢已經係冇辦法，呢啲都係比較年輕啲嘅馬。嗯。現場有氣氛啊，梗係不嬲都咁熱鬧噶啦。下一場就到啲全熱門出現咯噃，講緊就係嗰只越跑越好。跑了兩場之後，熱門成績又不算很差，剛剛都贏了一隻了，也一如就是剛才說，其實去到世界三的跑道，熱門的表現一向都不曳的，有少少在頭場，最後變了那隻領航大師成為大熱門，雖然說起步大慢雜，他都交回我批給你，其實真的不算曳的。哇！仲延訊緊嘅，咁大家都可以保留彩票啦。不過都真係要睇下係咪真係會咁嚟內欄咧？咁因為你都見到有外搭嘅馬係能夠上到名嘅，連續兩場都有。咁呢個大家亦都要睇清楚啦。嗯，兩場啊，胡心嗰兩隻都追得好好，但係個跑法都係被動啲啊。冇啊！你事前你已經知道今日係跑私家三噶啦，係咪？你都報啲咁嘅錯咁嘅馬落嚟。嗯。好啦，咁啊，亦都有言訊結果啦。破風者係出賽馬匹嚟噶，係出賽馬匹。咁啊，冇得退飛。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。跑第一名一号的智力红，道人派27.5，位置派13.5。跑第二名八号欢月星，位置派19.5。跑第三名九号红富精神，位置派28.5。连赢位一搭八派105元。三重彩一号、八号、九号派1330元，单贴派286元。位置 Q 一搭八派46元，一搭九派55.5，八搭九派99元。跑第四名是二号的金碧辉煌。組合獨贏3-1，勝出組合 A1 格夜熱門，派22.5。哇！只越跑越好，得翻1.8倍啊！睇埋個四連晚啦，派827元。827。四重彩咧，派10,077元。孖寶一場五，二場一，中正派251元，一場五，二場八，外圍獎派83元。分段時間23.84秒、23.28秒、末段13.16秒都比較偏慢啲啊！總時間1:20.28，總時間慢過標準時間1:03。